心有一点灵气啊，顺着现世的天，咱会着清洁的心，对着灵魂这条灵性，咱只有转现啊，清洁的心，是咱对着清净的心，倒转来咱的元灵啊，清净啊，这是咱无原体，归着咱这么稳的灵性啊，是原始显的净。我带有无形界通咱的心，落伫原来天性，咱来转互伊稳定上苍的本意，显露灵魂真是灵源一条灵性，拍通咱的清净本性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恢复清净咱的心，真理是天灵来，恢出现世转的经，真法拢是天意，出现是咱的本心，传来这么稳的灵性，予我清家己的心，转咱清净落家，现世咱的本源心出现伫咱的心中。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，伴我这么稳的天性，是罗灵现世经，嘛是咱来讲到原始的天性。你有这点清净的天，再来讲顺家有老母啊的心，显露是灵法界。稳定是顺原来，有咱一条灵天的心，这是咱主要的灵气，带着清净合心，灵源是灵天心，转咱有无这么静，这是咱主要的天，真理是灵法界。显露清净，则是顺天性。无形的法性，予咱顺落来，遮尔啊清啊，是咱归元这个天意。老母啊，伊讲着灵现净啊，是咱在世出心，将着咱的原体啊。现神啊，我有这条灵天的本性，将它整出来，我的清净啊，这个天意是咱罗灵啊，现着清净，咱这条神啊，拢是原来的本意，无让啊伊行咱这呢啊种的心灵啊，这个天理。我爱有这么顺的气，现入来我落家这条灵啊，真源是天灵性，拍通则是顺天性。有咱这么稳的灵气，这是咱灵魂的天，嘛是咱无娘，搁再行咱的心啊，得通。这条灵性，我爱来传法做主啊！是咱罗家这么稳的心，我会当倒转来元灵的性啊！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，要向着无形咱的本性啊！这是咱传法这么精的心性。
嘛是咱老家献出心，真理是灵法界，爱咱显灵的原性，是咱顺着无形的本性呐，向着灵魂这呢啊静的心，我走无形显露原性啊，是咱主要这个天理。咱爱顺家这么正的心意啊，真灵是天法界，老灵是心在，恢复清净的天意，最主是无形的心，一点灵魂，一条心，现个这么顺的本性，我有母娘的灵气，转着出家的心，这点拢是天缘，回咱清净的灵气。我有这么稳的心，是咱无形正法心，传咱这么稳的灵。我有这条清净的气。回转来无形，这么顺的性，这是咱回出清净的天界，也是咱无形回母的原形。真法是应天来，传灵空才是自在。我有这条敬天的气性，度我回转无形。真元出现是天意，灵魂见庙是定神，是咱元天本灵来开咱一条灵气的灾，回到正法的天，咱爱母娘最主的神，是咱元天路性，是咱转到清净本心，天缘顺来应天理，清净回转上天性，一条清净悟得来，现咱出灵心在在，一条正天是天意，落来清净是归元。无形注定是天意，照咱灵魂做主持。青天若无定神，转咱有家落清净。上苍这条灵发神，转来入定各有命。清净回来这条神，转咱出应先天灵。是咱顺家的天，阿母啊来讲，这么啊静的心，你有一条正天的气，我爱向着无形的顺性啊，是咱这点清净的天界，显露有无这么顺的自在，这条清净拢是天缘啊。落伫这么稳的灵气呀，我再来回到母娘的心，啊，这条清净的法界，我只有行回通灵的自在呀，是咱倒转来元灵的本性，转回清净的天意呀，我爱落灵回灵啊。是咱无形正法界，虚空拢是灵带的。今仔我以灵为主，来讲到咱的元性，这种清净，拢是对咱的元灵现世界。今仔日拢是咱的如来本性，嘛是咱的元素元形啊。是我以清净的天。有咱老母啊，
伊本来的原能，这个能量拢是母娘伊的法界来生出我顺家神来，有咱这条正法的灵气，予我用着清净合咱的心明啊。这个天地要有咱家己心的明了，我才有这个原天的清界。为主拢是天性，母啊罗伽现场啊，是咱以清净这个天界，清界咱的心无业无杂，放互伊空，这个自在啊。是咱原天这条灵气各有法啦来生，我依着清净的法性，依我罗伽的现场，这是咱出现母娘啊伊的本心嘛，锻炼我罗灵这么稳的气通啊，是咱顺着无形的灵性。嘛是咱的内在清家己的元神呐，拢是兑现这条灵气，咱才会当顺着通灵的心，有咱灵元的灵气，咱爱行回清净的心定，是咱以元天本灵性，是咱以主正显的正。真理是灵法界，显露是原天来，回到清净的灵气，咱来向着现世的心，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来向天，则是顺性，行回清家己的本性。咱爱兑现，则是顺落来啊！是咱主要的灵气，回甲清净，咱这条元神呢，我有这点灵伊的清醒，是咱转着无形的天性，进入着咱的元灵本心。真理是天发性，爱咱见庙，则是顺天灵。我有一条灵魂的清净，这是咱顺家的本意，正法啦，顺母的心，这是咱通的灵气，灵显甲真开、真阔、真远，这个灵性。这是我有这么稳的天缘，老母啊，伊的能量予我传的。我有这种原始的元能，才有这么清净的本意。大这个天就是母娘啊，伊出家，现咱青天这么顺，我有咱老母伊的灵性，现开。这是我今仔的心，拢是法界来生，我才有这么啊顺的灵气，现着原来咱的母神，是咱元天这么顺的性，真理是通天灵，咱爱是清净的家，有咱无形的灵性。转过着通这么稳的心，是咱无形的法性，嘛是咱开发这么清净，拢是顺咱心内的神。在世，咱只有徛倒转来，翻倒转来，逆倒转来，顺着咱即马这个心气，在世间。咱就爱会晓，对着咱的心，爱有这么清，这么公正，这么光明。这个神
是咱家己为主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我个人的心，照着这个道，生自然会无体气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界。咱要讲的是如来本性啊，这是咱传法这样的稳的天理，嘛是咱道家顺着这个天，真法拢是天界，无形则是自在。一条清净的灵气，咱爱对着虚空的神。一点则是咱的本源，请甲咱的心有这个灵的意，是咱原始福天命，教甲咱转灵这条灵气，心灵增加咱的灵性啊，归着咱回报这条心，这是咱出现。这么啊，真一神，无形伊会发生，只有拍开你的心，现空，这条灵气，增加你这点灵魂伊的灵性。我爱是直通这个天元，无娘啊，伊爱让我通，这么顺我的心。真理是灵法界，回报则是通天来。有咱一条正天的气，无啊，再来讲顺家，这么啊正的心。真理是灵法界，显灵是咱的顺性，无啊来则是咱的清净。这点原始的灵气。咱爱走向清净的心，真灵是显露，爱咱转则是天性。我爱是随母天灵啊，上苍的灵气，直通咱这么稳的心，无形伊爱咱有这么啊静，这是咱传法。的本性进入到虚空，咱的本性传咱这么顺的灵性啊，是咱直通正觉这条心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只有咱来讲清净的心性，离开着咱心外的形象，我爱是真心，拢是无为的。这个天意，你才会当通灵，活用咱的灵感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理，搁要用着无形界这个神这么纯的意，真源是天灵的本性，咱要离开着外相，我才有这么清净的气神，是我即马这个心歹搁有外相。安尼，我再来讲通我家己的心，会知。对着我的心呐、啊，会当清甲，连一点点啊乌拢无。这是完完全全、完完全全。安尼，这是咱讲的灵天灵气，是咱主宰这个天性。一世人，你要甲完成，这个天地是我这么清净。我才有儒家这条灵性，是咱无形的渊源啊！我再来讲回报清家己，是咱原始的天性，要来看现呐、啊！咱个人的心稳定，灵源是灵气，照着通，则是咱的心，倒转来无形。的灵感是咱这条灵光的灵气，咱爱拢是灵的力量。要来讲到咱的灵感回报，
这是咱清净的天性，进入到咱的通灵法界呀。这是咱青天的灵气，啊，要来讲到顺家的心意。这个天法就咱道家，用咱的心回转来咱的元气呀。母娘啊，伊爱咱有这么清净的心，是咱个人的天意，要来回转来咱的本源性。这点灵光，伊的清神，母娘伊爱咱有这么顺的天，我才有这点灵格的本性，证出着通这条元灵啊。真理是天灵来，回转升天则是灵性，转到咱的脑，清家己的心啊。这是咱在世靠着咱的脑神，嘛是咱原来母娘这点气，由我三生自然生，这是咱的传法定灵，归咱原来迄个剧本，符合着咱的逻辑，就是罗盘，这则是咱顺家的天性，在世间咱兑现拢是通灵。是要合盘，咱才会当完局。一世人拢是母娘的布局，咱要来造化咱的天性，局局演的成，咱的顺灵啊，是咱一条清净的气，通着咱的身躯，这个内在，这是咱清净的本意。老母娘娘。一开咱的心，这是咱定法一条灵气，演成母娘伊的天，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嘛是咱顺着清净的心源，灵魂拢是天来教，我爱找出这么稳的天性，这则是咱恢复。灵源的灵神是咱主要会的出来，这则是咱在世你会当归元这条灵气，今仔拢是咱通灵这个天性，要让咱回到这么清净的心形，是咱这条灵天的气，要来向着稳定的心。这是咱传法这么清净的天性，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气，咱爱再来讲清净的心。真理是天灵来，回出安静是元神，无形这条是通的。我爱会当讲灵魂这点气。达到咱的九天，就是咱的天空。安尼，我再来讲，回母这么清净的心，直通这个天界，我的心才有母娘啊，伊的元神，拢是主要这个天界，拢是咱的灵会当顺着咱的心，这个空回母，拢是主宰这个天性。今仔我有这么稳的灵气，转过着通灵这条心，这是咱法界的灵性，要提升咱这条神伊的元神。天理拢是照元，今仔我只有照咱的本来，奉着母娘的灵气，对着咱的太一、太素。太素、太粗、太极，这个五大态，咱才有这么顺的灵气，是咱归元这个天理，咱才会当向着无形界这么顺的心缘。这个天法只有咱的灵性，
恢复着咱这么稳的本心，我才有这么单纯的天。今日咱要讲原来的天性，敢若亲像大刀，内底搁较大个太，即敢若亲像咱的太阳，顺着咱的天元本意呀，是咱即马即个灵，亲像太阳光，这么鲜艳，这么自在，这么光明，这么来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。要来向着大虚空，咱的本性，这种运行，这种大化的原体，咱才有这个脑神出现在世间。你看到真法这个灵光的灿烂、的鲜艳，拢是顺加这个天性，拢是发着光，咱的天命真理。是咱在世间，你都爱当照着咱的元气，服咱的神威，一条会当真热光的法界，咱才会当传灵服使命。上苍爱咱倒转来服原体，咱才有清净教甲咱这条灵魂归元，拢是天灵这么顺的意思。我才有在世会掀开我这个心的灵性，有咱儒家现世神，在世间咱有这个无形的神奇，天神地奇，安尼咱再来讲顺家这么稳的天命，符合着这个天地，咱才有这个灵放空的顺心，拢是。无为的法界，咱的心会当用老母啊生出着天心，这是咱的无助离生机心，基老母啊这条元天的本性的心，拢是空的。所以今日我有老母伊的言能，伊的法性，伊的原主能量，我才有这尼啊顺的灵性。只有通甲原来咱的灵气，世间咧讲啊讲啊，做真棒，无相，无论比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呀，是原始的灵性。今仔我唔是文字来甲我造成的，是我今仔会晓运行升天这个标识，这才是咱定法。这个灵界、虚空界，咱的本心来到位啊！唔是咱的表面，嘛唔是你脑中所想，这是咱的元灵、元性，你的本源体复明。修行啊，要有咱的磁场，有咱的电波，有咱的能量，有你的才华，有你的能力。来产生救咱家己，唔是外表即个文字甲你限条咧，互你即个头壳踅来踅去，讲无着对个即个中心中话。今日我爱中心即重要个话啊，安尼我才是真正会通达啦。无形爱你行回，咱个灵智恢复原来。迄、那个性啊，真理则是天界，显明啊，则是咱的自在啊，是咱在世你也会当回着。咱这条清净的气，通咱个人的脑神电波啊，这是咱原来的灵气，嘛是咱集中拜母的力量。拢有这么纯的天性，咱才会当向天啊来讲元性啊。是咱无形这个天理，要走向咱的灵升华，是咱要来精进咱的法界。咱有六道万行，
今天我要讲的是咱超越咱的布施、低戒忍辱，这是后天的戒法。今天我要讲先天，只有讲上进而已，你的精神搁在进步，无所求，这种力量，这个天理啊，咱只有上天空。你这个真心啊，在定你的法体。今仔我爱是真法，如心啊，这才是咱天元的灵性。佛祖你讲的是定心法门啊。今仔咱爱是大道的真心，嘛是咱的智性啊，无为的心。这个天意已经给咱表达，文字中咱的力量，你会当顺透这条灵性，慢慢啊吸，吸到咱内底这种精华的灵性。我爱是真正的透彻，嘛是要了解，互伊彻底。神啊是啥物物件？这个天理啊，毋是咱要照着阴影。照着咱的影子，直接来讲法啦。是咱即马要讲的灵气，本来就无影无只，是咱个人的天性。要倒转来母娘，这个金刚体啊，这个原体要再有影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天元的灵性，个人精出来，咱的本心啊。是咱这条灵天的法界，要集中道灵的元神啊！真理是咱的天性，照咱的清净，则是咱的心净啊！天元若这么纯的灵气，高高若向到这么净的心理，这个天法只有咱家己，咱才会当清楚明了。在世间，咱只有了解咱这条神伊的出入，拢是显明咱的本意。这个身躯，咱只有吐纳，安尼咱才会当顺加，这么稳的本性，虚空这尊神明，真理是天发性，爱咱强加母娘啊，这么稳的心。显露是灵元性，开咱转来现世间，回到这条灵元的灵气，这点拢是天元的灵性。今咱的心若静的大底，拢是清，拢是无动的。所以今仔我爱这个心会清，骨髓会静。符合着我的心中这个雷电，安尼就无所有予我想的，来的拢是自然的，先天这种能力。今仔我爱这个能，就是我的本来这个应用者，会当震动，会当提醒我的元神，影响着我的心，恢复着我这么啊单纯的真性。是咱搁在出家的天理，一旦要表明我的灵性，一下子就是一旦啦，一时间啦。所以讲，我要照着现主时刹那间，这个一刹那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发这条灵性，忽然间来演出先天的本性，是咱顺家这个天理。向着咱的天空，嘛是咱的天光。天光就是天星。今仔我要讲的，拢是咱的天元。要恢复着咱的正波，因为咱有普光大道，就讲打这个星，打昏道的意思，是咱元天本性。因为要倒转来咱的天门，见着咱的玉皇大天尊，回到大玉皇大天尊。再烧纸倒转来见咱的老母
原灵啊，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儒家显的证，顺着心内咱的灵气，发射着青天咱的本性。这种照耀啊，咱才会当讲开发，咱的天空就是虚空。所以今仔日我有这条正天的本性的能量，我再来讲法，这么顺。真理是咱的天界，我爱是清楚咱这个真灵性，不应该爱我通着心灵这个来历。是咱真正的道气，这个道来历，我要来了解。对着咱的真理，你若了解，你才会当彻底去甲学成。是咱要来慢慢啊，来做好一成。在世间，咱只有归顺咱老母啊，伊这条灵性，咱活到这么顺的灵气。只有向着咱的天元顺移一条会当甲咱牵的，是咱即马即个脑神，毋是你外口肉眼看的，才形形色色的身躯。这是要来讲着暂时甲永久的，你目睭看有诶，拢是暂时性诶，暂时性诶。你若无法度脱离这个世间，你拢是永远伫遐轮回，伫遐轮回，回袂离，转来转去，吵来吵往。所以讲，咱今仔要离开着这个苦海，人生如苦海，这么深，这么阔，你莫那个挣扎，你莫那个跳脱，这个凡世间的苦。是咱爱有这条灵魂，甲咱印出来，这才会当彻底离开着咱的心苦，不是身躯的苦，是咱原始这点灵气。母娘爱咱顺伊的心，安尼咱才会当清楚，你的原来这个记忆盘，才会恢复着咱即卖灵性，这个罗盘。你才会当顺着这个天性，现着你金宝这尊神这么自在。这个天意只有咱的凌空法界，你才会当看见咱的本源本心，是咱主要这个天时常来叫咱的老母，现着真源这尊神出现在世。咱的体验，真理是应法界，真灵是多元现在，是咱这条正天的气，充满着无量的心，真愿应来天性，归咱道灵清净啊，一条恢复真愿心。转咱一定天意啊，灵源是灵天心，开源是顺天灵，有咱一条正天的气，无让转来这么阮的心，天源是灵天理，慧灵是见无去，真灵是普咱的心。原来一点灵气，显咱清净顺性啊！天元是灵天，搁再复命，咱有顺家拢是天意，母娘爱咱顺伊的心，是咱照发这个天界，时常念母伊的原灵。回转原来这么清的心，这是咱的灵魂的体会，嘛是咱烧毁这个灵气，应着咱的心，今咱来爱相应。
喜爱顺造化，这种顺母的灵性，只有应化咱的天命，个人的命运啦，个人的转开啦，安尼才会当顺着这个神的相应，你的心会化开啊。是咱即马要讲到天性，母娘要咱一粒心。会当敢若结成，这个天意，我只有落灵。再来讲法，这么安静，随着我个人的灵气，我才会当结成啊金母这条心。这个天理就是咱即卖灵气，嘛是真心的表现。我即卖这个心，就是我的心。嘛是我的种，我在世间有安尼结成这个成分，我以后就是照安尼，搁再传。因为豆啊生豆啊，神生神，自古啊，甲至今伊都无变。这是咱先天的定分，在世间你的心啊，有这个真正意境。啊，你就来讲甲你现主时的境界，法无定法，什么法拢是好的，只有咱家己去找出着你真正这个境界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你所有讲的教的这个所在，这就是定型啦。今日要搁升华，你一定爱来到这，有真正平常的水准。你才有法度超越，咱即马搁再向上提高咱现主席的气场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性，个人心嘛，大家唔知影，咱现主席的处境，只有个人去体会，个人用着心的灵感，这种感觉，这种应体。咱才会当代表咱现主席的实在，所以讲咱爱拢是归清净，个人修转来，咱的天性道理呀，甲咱的修行，毋是要让人知。今日咱只是一个模啊而已，要代表咱的真灵，发出着先天这个无形。不应该啊，要讲甲会成真啊，就是啊，你这条心会当归原来这个灵气，气是真法啦、啊，这个天性去造化呀、啊，是我爱有这条的灵性，要来恢复正宗啊，就是咱的正念，嘛是咱的正心，嘛是咱这条真心啦、啊。母娘是伫咱的心内底啊，咱的心若清明端正，你这个心若甲经会开，就是咱的母啊。咱囝若经开，就是变体啊。所以讲，咱做囝若会晓用，母娘啊，这个金刚体，都来甲咱修行啊。这才是咱真法的灵性。今日要知影这个体是安怎来啊？咱做官做囝要安怎用？会干啊？亲像即尊神会知啊，发出着先天的信号啊。真正道理嘛，是伫咱的真心现量。今日无明亮，你无明朗，你无明白，你要讲你的心为何会变白吗？是咱个人的体会，当场。就是咱即马当下你讲的话，这是咱的电波啦，嘛是咱即马这个灵光，你所谓勘占啦，安尼咱再来讲，顺着天性，个人修养的品质，这是老母伊真正的品牌啊。天山呐、啊，是咱真正倒转来天啊，即个山上近的啊。这块牌不是凊彩啊，不是临时来啊，是自古就有这种
天元这种灵气啊，要倒转来天这种超越的心啊，是咱元天本意啊，来创造灵魂这条灵性，咱才有金宝娘娘这么稳定的本心啊。天元是一点气，咱爱落家才是顺性，咱的灵拢是转，搁再转，搁再转，一世一世啦，来盼望啦。但是咱即马灵会通啊，当然咱来分秒啊，安尼来转啊，再紧啊，再速啊。所以讲，我爱有这么稳的天性，要来讲着顺家咱的天性，灵元恢复是天意。照着咱的脑神出家，这是代表性的。我爱拢是天理，对着咱的灵拢是良心的。今日我才有这粒圣果来安慰我这个法性，是咱直达你讲的通灵，你才会晓讲要有这个品位，这个果体。今日我爱是清净的天性。个人会当回击吧，我这个脑神，咱拢是用想的，但是即马我是这条心来供养啊，唔是乱想的啊，唔是妄想的啊，唔是幻想的啊，所以讲是咱即马咧讲的天性，要离开着暂时性的幻想、梦想、妄想，迄拢是暂时性的，互你验验的啊。对心经线尔尔，今仔我这个心经线要予永远一个啊，对着临时的假的当中，我要找出着因果的永远，这才是通灵。无应该，伊咧讲，你即马神通啦，你即马这个所有的哦外神通拢唔好啦，啊，你着爱把知影这个道理有无？通甲道理拢爱并用啦，道理你若知，你若无去用，你若无逐工安尼来练，你无讲破，你等于即个道理拢无效啦。捌理你若袂晓好去做，就比毋捌理搁较吃力啦。即经典定死个，但是现主时啊，咱咧讲个外界就对啦，无读甲心内底啦，拢是身躯外口迄有无？啊，拢是照安尼咧做啊。照安尼咧进行啊，安怎讲？家己骗家己啊，对路嘛。你无法度脱离着轮回道啊。是咱真正爱小心。天元是灵天的气，母娘啊，伊真踊跃就对啦，要参加着咱的早暗课。所以讲，咱爱有真纯这个天性，要来合计咱的天命一条。会当运的灵气，毋是咱人遮尔凊彩，伫遮敢若亲像讲我凊彩做做咧，国语哦做鬼混啦。所以讲今仔日咱毋是安尼要甲混过，一天过一天诶，伫遮行行咧，伫遐行行咧，伫遐看看，安尼就准算啊。是咱爱彻底真正集中啊。这世人，你若无这个真安尼做，你这个良机会去互失去。今仔良机就是天机啊，天机就是讲，予咱死足侪遍。你最后一届过，你活起来，救死一生，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啦。咱这个灵魂就是九命怪猫啊，你袂死袂去的就对啦。是咱来救家己，当下间啊，你爱真正有这个神的圣意啊。天元是灵天的神，现咱有无这样稳的灵啊？是咱直通，你即马这个脑神经，今仔这本经就是老母生咱的，天公赐咱的。啊，你安尼唔读，你安尼唔念。你唔唱，唔来学，唔来猜度，
啊，你等于就无效啊！你这個新版图就无法度复明啊！安尼，你要安怎倒转去咱的先天迄、那个原型呢？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的心内导咱起码咧导航啊！你这个导航若无设备，你要倒位倒位倒去啊！是咱即马咧讲诶灵性，心导体啊，咱即种情景，现咱有无是灵性？即、這个身躯要互咱用嘛，咱咧彻底甲用嘛，用互伊有够嘛。身躯愈练伊愈明，愈互咱有即个灵感，自然生出来即种灵质。是咱要训练灵嘛，倒转来咱的原形嘛，出神入化嘛。今日咱照着先天的本性，阿妈咱就会当用啊。神伊是自自在在、自自然然的啊，伊要安尼就有安尼来啊。现路则是天理，神伊就无幻想症啊。咱人造幻想症啊，看别人好诶，有无？啊！你就是想要学伊，想要有安尼，甚至于超过伊有无？迄种妄想啊！今仔咱爱是正法的灵性，要令人生啊，咱个人的发心啊。佛祖讲个做发心啊，啊发心就是清清气气啊，无另外一个心啊。今仔咱爱是清凉的心啊。咱才有这条正天的本性，咱人拢是心在主宰尔尔，其他食穿啊，迄拢是另外啦，迄较无重要啦，因为是外相嘛。本来咱都要去外相啊，佛祖咧讲的是我界，是要让你的心有一个拍算利益啦。今仔毋是照着咱即马即个形形象象有无？你的道处有无？安尼来修持的啦，是要破这个相。佛祖伊咧讲的临时设立，佛祖方便法、宽衣法，一只船啊，咱咧讲的一只飞轮机，一台咱即卖咧讲的火车，你到位啊？你要行的所在到位啊？你都爱落车，甲你的甲即卖只的车形形色色的。这是飞轮机，这是船，这是一只高级的车，迄只是利用的尔尔，利用就是暂时的啊。你这个肉体，互你生做搁较水，嘛是暂时的啊。互你挂搁较侪价值的物件，嘛是暂时的啊。是咱这个心上重要啦。白毛祖师的五性论，你若捌看到，甲伊的上性论，安尼你就知影啦。显露是天法界，太低太无的，逐天咧杀生的，为着生活的，迄种个甲修行拢无虾米关系啦。伊是太低太无的，伊为着生活，伊嘛是会得到啊。所以讲，这个相是暂时，咱要为着这个生活，维持着咱的身躯。依持着咱日常家内这个体贴，所以讲只有这个心啊，咱才会当讲法界这么稳定的天性，是咱顺着无形这个天理，咱再来走向清净的心，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咱爱见庙，这是顺界心。我爱是这点灵天的本性，再来讲法界这么安定，因为一条会当这么单纯呐，拢是咱的心这个元气，伊来造化的。今仔我要照着老母娘娘当初伊予我这种信物，今仔咱要有照这个诚信，再达成着咱甲母娘要离开。迄刹那的感情，是咱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才会当走向清净的心。先天的老母的情爱报，咱即卖咧讲的
现主是老母一情爱深，但是咱要倒转去爱修缮。今日咱甲凡世间的老母感情爱报，安怎讲？咱要听真理呀、啊！大家要同伴，大家要有这种相听、相看，离开着凡世间，才会情感，才会珍惜啊！安尼走，我都倒转来，咱的先天啊，甲老母重缘，这个重感情啊，永远住伫遮，这才是上有力的，上解和平的，上解和谐的气神。先天伊是爱安尼倒头做的，毋是你在世间用你的脑神所想的啊，你愈想会愈沉重。你愈行，这个陷阱会愈沉落去。人莫气气，也莫搞怪啦。道理一定爱听，咱真心一定爱现。所有的心灵佛，拢是看咱人的心理意念呢。今仔日我只有讲，因为某娘给我的，只有心心，一丛香、三丛香、九丛香。就是思你的心香，因为这一层是外表的清香，你所有的用你的心香在永远，一层、九层、三十六层，念的负责就无去啊！这才是咱彻底的灵性啊！你要达九天，九天是咱的九重天呢，上悬的天呢，太极天呢。太极天要进入到无极天，无极是无法度比佫较悬的呢。所以讲，咱今日要讲的是无极呢，天生灵源的呢。所以讲，你爱听会入的啦。你若要佫伫世间玲珑河啊，啊是老来有无？你要病啊是要补？有诶老来，少年真艰苦，但是老来。一生报，生神做佛啊！你老来，伫世，伫咱即马即个讲，你的身躯会当主宰，有这个体力去做诶。但是老来是病啊，过去迄个影星李连杰啊，你也看赚啊侪钱有无？即马迄个面安尼规个焦皮皮有无？是咱爱有真正保守啦，身躯是暂时的啦。你若去予刮冷去啊，去予无力的去的时阵啊，心有余啊，力不足啊，世间拢是怨叹这尔尔。我今仔日有这个体力，钱摕袂着；今仔无迄个体力，病来的时阵要死死袂去。是咱的这条灵来提醒你，莫阁有这个身躯。这个毛病来关你这条灵魂啊，让灵魂自由吧。这才是咱的天缘本意啦，要救咱家己，只有你家己的判理念尔。显露是天法界，罗灵则是真缘来采啊。母娘啊，伊若无真光，你的心是无法度看到你千年的病啊。你也是伫遮嘛，最高嘛，现落青天则是灵气，转染度化则是天嘛，最高当兵做主人袂爬起，迄就是罪啊。高就是啥？你即马去溜溜咧，半个月啊是讲七天，你倒转来，迄就是高啊。小中风诶，就是高啊。大中风的爱人照顾，迄就多啊。是咱现主是看的嘛，现世间的轮回嘛，你袂惊吗？地府是比安尼搁较黑、较阴冷啊。爸母地府是无医生好伫遐甲你看的啊。你安尼，你爱搁受人管啊，你爱搁家己有自主啊。凡世间有医生。有亲戚朋友好，甲你照顾，有搁请另外
咱即马咧讲别国的佣人来甲你照顾，你去地府是真正孤独啊！我甲讲无主孤魂，艰苦啊！是咱这条青天的法界，咱要讲到正法的天性，咱即马即代有经顶缘的，咱即缘呢还阁少缘的，你家己若唔真正家己的打拼，下缘呢伊想要甲你拜吗？逐阵嘛，亲像咱即马咧讲的，佛教的，甲咱即马基督教天主的，咱即马会当灵通的。你去到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所有你有佛教的所在，你一条公，你要办公马的，公马拢乌碌碌，安尼这个时势会好吗？当然，这个国是爱随着咱别国来管啊。你的水准，你所有的生活一定困苦的嘛。是咱这条敬天的灵气啊！老母要予咱读的书是公平的，所以讲咱拢都有原来迄个品质。老母伊要予咱读的书，希望大家会当看清楚，个个会当离苦得乐，这才是咱的天路。好啊！
哎呀哦哎耶嘞哦耶哦耶嘞哦哎耶嘞，哎呀哦哎耶嘞哦耶嘞哦耶嘞。